Thank you. Yeah, give me a walk. 我们也期待台湾和瑞典持续提升经贸合作关系，希望各位议员大力支持台湾与欧盟洽签台欧盟双边投资协定，让台湾跟欧盟的合作可以更加的深化，也让台湾和欧洲的企业有更多的投资信心。Taiwanese citizens, we're also fortunate to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meet with all. 我们也非常的荣幸，有这个机会呢，那我这一点非常的赞同。至少呢，比如说我在台湾的所见所闻。